全新明星网多伦多微信号经已推出，快啲订阅 subscribe 啦！跳降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运动，但是近日芬兰就有一名极限运动狂人决定玩命，尝试一个更大胆的挑战。他要在完全赤膊没降落伞的情况之下，由高空热气球跳落嚟。而唯一能够自己的方法，就是要在坠地之前成功运到和捉住有降落伞的队友，否则他必死无疑。影片中可以见到，这一名狂人在高空中徒手捉住热气球外面的手柄，轻松脱下上衣之后就同两名同伴一起放手，迅速向云海进发。在十几秒之后，狂人在云海之中成功捉住同伴，跟住降落伞就打开，最终安全着陆，完成今次这个玩命之举。